住艺术馆，文凭雕玺，文凭雕玺，这是孔武主人啊，甲他接了以后，因这艺术家讲啊，发表心得，孔圣人与文凭雕玺，这四个条件啊，这四个条件啊，在教人也是姊妹，教人也是，咱嘛是安尼啊。爱文凭雕玺来背后，啊来背后，所以咱真正达到一个自由自信的境地，达到一个平民的，一个成就，哦，所以这种是孔子的教学功力，孔子的教学功力，啊，所以咱得来了解。文呢，这个文。这里面呢，把它解释：学问以地理而求宇宙万物万事之理。学问是咩？学问是咩？让人知影，啊，研究宇宙啊，万事甲万物的这个理，这个理论啊。所以，那前教的是有些是进来跟你讲，文理再多，都记载在我的里面。经传到记载文的内面哦，啊，道记载文的内面，一学文就可以明道，学文了后就得了解这个道，的这个真理，哦，但是这个中间，还佫有比这佫较重要的，就是讲你一定要是明书的字，哦，带咱开咱的，开咱的生死条，后是咱的等于带咱培养正路的，咱来个上进啊。真较无迄个思念，咱较早，若要开空气，啊，着赶紧病听，啊，伫病院着赶紧请倒来，请倒来厝里，也是倒来听心理。哦，啊，讲一句实在啦，我就到学校内咧去研究了解了，伫病院嘛是死啊，倒伫房间条件，倒伫遐嘛是死啊，还着倒来病听，哦，就是要咱走去正门出去。要走去正门出呢，咱就爱用咱家己要关偏门。咱若要关偏门呢，你家己拼在底下嘛无用。啊，所以要看孔圣人颜如初的文字，孔子大概是几数文，几数文。对，这四个门先关起来，你后日会当走去中门出。啊，所以呢，大真正当成的。所以呢。地理即个行易道，要予咱研究道理了后，咱当知影，咱要去立行易道，对即个真理爱认真去做。见诸无尽尊，经纶一相之间，啊，见即个道理，见即个修学道，就是伫只经纶一相当中内面。所以行易化尽，修行即可以入定。行带，兄弟姊妹带是咱的感化，吼、哦！啊，在这个修行过程中呢，咱大我都能入定，无功无德心难安，完全不了家人吼，这个这个道理。所以来遮，唔通空空转去，吼、哦！唔通来啊空空，去啊空空，来空空是正常，你转去也要当一当。哦，所以第三，尽心力以地理，尽心力，尽心力以地中，将咱这个心的这个力量去做，会当达到这个中的境界。结善待人，啊、哦，结善待人，以善为教，啊、哦，咱爱认真，用这个诚心来流露出来，用这个诚心。来对待咱的兄弟姊妹，用这个诚心来对待咱受造的人啊，所以以善来教化咱的，哦，咱的地主啦，咱的相关的兄弟姊妹啦，哦，所以这个忠，哦，忠义报人，尽忠即可以得着，忠，咱也尽忠，哦，忠就当报答咱的姊妹，咱在这世间。咱的兄弟姊妹受着咱的施足的恩，让咱阿拉
用心去尽量去做。那么，那尽量呢，就可以得到咱的姊妹信心，这一定的道理啊。讲信啊，为人处事诚实不欺，信就是讲为人处事诚实爱不欺。所以信一入心，笃信即可入去，信就要来入心。释迦讲信为信为道德功德母，啊，信就是要来做道德，要行功德的功德的母，啊，空性里头依然来讲，人之无信，不立于可也，大智无言，小智无法，岂何以行之哉？啊，人若无信，啊，正眼光，咱到这世间就免人出来，啊。就像遐个车啊，大机无业，啊小机无业，啊，像遐个车啊，无负担，也甲无迄个，迄个平头牵啊来牵条嘞，啊，唔知要行哩对，啊，所以咱也能独行流落出来，咱就是做出违背良心的代志，哦，一公计难不掉。这个功，这功，这个重要，这个哪比会出来？哦，伫今天来讲，这世间的代志，什么会拢做出来？一本立万事立，一本哪立出来？万事都做甲足完全。所以讲，圣人甲安慧讲啊，哦，感恩文人主啊，七地福德为神，只要七地福德，你就当达到神的境界。然后一功一地。啊，甲一本的入，就是现在人生大成世间，啊，都无比来啊。所以文言中性这四字，咱入道字来讲，文言中性这四字呢，就是入道字来讲，为学之一本，来前世间一直学，一直真正，一直一本，文德之贵，这若做会出来，文德。就拢归伫咱遮来，若人四道平全，即文行中心哪拢会当安尼做甲足圆满平全，天成同德，咱个德就一上天同样，所以天甲一个德拢同，而普天同化，听人讲个遐个姊妹，是着听文行中心个即个感化，世界即大方光明。天啊，咱就是渐渐就是大放大结束，哦，世界就大放光明，国无主义高志，所以无主呢，得用这四项来教咱兄弟姊妹，啊、哦，所以咱一定要了解，对这咱爱深深甲体会，啊、哦，所以文章是文章，实施无主义教学的内容以后，基础课文教育是四大功能。这是孔子这文人呢，叫辅助修学到古来了后，了解哦，阮先生原来都是有人有原则来安教，所以基础孔子教育四大功能，所以文行中性，教育精进学问甲道德，文行中性不但会精进咱的学问，更加会当完成咱的道德，所以辅助呢。所以辅助用于教育提出，所以辅助呢，它用这四字、四个原则来教育这种提出。而怪力乱神无一无学问得变，哦，正常了对比，哦，孔子讲自古怪力乱神，这个、怪力乱神呢，这四项都有得变学问拢一出，所以孔子就卖讲，啊、哦。更不是人生日用所需，啊，更加不是咱人生日常所用所需要。怪力乱神不是咱人生日常所需要，所以辅助不辅助都不不卖讲。这文行中性思考之作用，学问足以成功咱的建设。学问啊，足以成功咱的建设，咱来进世间。对是啊。开始进入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就读下去。
渐渐也了解，哦，前讲咱的建设是合文字基础，哦，后日你要成功一点，啊，这是咱的基础，地地的功夫，要予咱真知影宇宙奥妙这个道理是对是啊，咱逐渐渐的了解。行呢，在世人领袖礼仪这行的方面，就是要予咱人。每一个弟兄们，大家当坚守啊，坚守这个礼仪，循规蹈矩，循这个规，该一年就一年，该四格就四格，该得就是得，该完就是完，爱循规蹈矩。是行为，只是正直行的单位，是咱行为正面啊，甲这个力行的真正单位。中立性，即是心性之修养。中甲信这两项，伫对看出来，咱平常做人心甲信个真正流露啊，忠心呢，嘛是要予咱心甲信去出版成个两块。做人是根本物完结之品性，做人啊，诶，这个根本甲原则，诶，中甲信。辅助所施以教育，辅助呢，伊所施予咱个弟兄个一个教育。理性、行为、品性，这三方面变重，所以咱修学道，有哪爱对这三方面变重，伫咱理性如何爱如理性，啊，咱的行为一定如做爱如端正，啊，咱的品性方面呢，咱如做啊，啊如做如正，啊如做。愈兄弟姊妹，愈会甲伊尊重。毋是咱来尊重，就是咱来讲尊重，就是咱真正去品性方面来做出来。兄弟姊妹，大家互相尊重。所以从施教之天书言，对这个施教的天书讲，自然以知识会吸收在先。啊，啊行为实践品性的培养，在知识扩充之后啊。建立特别是功效，所以呢，起头啊学来求道学道，起头啊进入幼稚园的学习，讲进拢读到千万啦，哦，很较早咧读，等咧读，哦，一二三四五开始读，哦，啊开始读，拢开始都叫他较早读幼稚园啦，哦，完全七八十岁啊，较早读幼稚园，拢开始开始读，哦，是慢慢来读，慢慢来了解，哦，啊咱咧读，较早若无。这是安排啊！嘛，这三对这人有理性，你修我自己有家庭本身，对这开始发展啊。所以，这是咱人生平常的底线，也是贴心。行为的实践，品行的培养，培养啊，行为的实践，品行的培养，在底线较大了，见解啊，等获得这个功效啊。所以，慢慢底线完了后。哦，圣人拢惊讲咱怎么叫放纵，叫迷昧，所以就对这个哦，新行为的实践甲品性的培养，哦哦，一切当中提出了功夫来，所以文章辅助于上帝心，基本一切后面，哦，文章文章文行中心，知识学问伊甲系后面，行为甲品性。啊、哦！以知行忠信列在后面啊，但从人生的重点来讲呢，因为只是讲品性与修养，都是做人的根本，是孔子最重视的。所以《学而篇》讲：“弟子入则孝，出则悌，敬于信，远爱敬，以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问。”啊，在其中，则孝出悌。品性、爱敬、亲情，这拢是行为啊，品性方面的代志啊。把文也在最后面，而且要在行为的实践当中啊，品性的修养方面呢，有了道义的修炼以后啊，才得力于文学的研究啊，愈济会，阿妈愈济了，才会研究文学，搭袂起。待会不要去闯，所以
将是我继续来探讨探究。有先进篇，先进这一章，啊，孔子所谓的素科，古文作为弟子的这时候，啊，在先进篇有讲述的弟子的时阵，先讲德行，再来讲言语，才会达讲正事，尾仔达讲文学，啊，这个时阵，十二代弟子呢，孔圣人先讲德行。德言公敢言民主天将不由用用言故呢刚在我把主公正书呢刚将有个贵文学他刚处理的主啊三千年作为文学想到是主有个主下文学想到主下会当写一件所以宋的儒家王阳明他说素稿以文为先，主朴而用。啊，素稿以文为先，互你学足济，学足济，也大家不断转来用你来来约束。素科以文为何？主本而发。素科呢，以文为后壁，主本对德行先讲起，啊，到尾来讲文学。啊，亦有用意不同。所以处事不同，这是莫免读《论语》所应了解加辨明之术。所以咱读《论语》了，咱会当了解讲做人的原则是对对还是做对，要用啥物来做咱的结尾。哦，安尼咱的人生才会当头起，才会当头起。同时，我好我感觉讲过，我请教时阵，可能文书来讲请教。咱较早拢先用雨天，讲有闲带来参班。啊，即摆呢请教啦，未使后，哎，我倒转来。先天是伫头前，雨天是伫后壁。先天先做，因为今仔打袂转去，雨天咧打袂转去，雨天伫到后壁。哦，安尼呢，先天看较有，雨天无看着我紧啊。但是姊妹，有当时啊，咱较轻的时阵，人讲食一回，饿一回。来慢慢来去甲体会，啊，慢慢去甲了解，啊、哦，所以咱进入真正的心得当中，咱对中甲信一定要坚持。虽是文甲言呢，无足重要，但是对中甲信一定要坚持。来呢，咱透过文甲言来甲咱最后的坚持，做最后的坚持，互咱来遮，互咱担当一担当。祝完，祝完，圣人，圣人，我不得其见之，我不得其见之。得见君主者，得见君主者，舒克矣，舒克矣。祝完，祝完，圣人，我不得其见之，圣人，我不得其见之。得见有情者，舒克矣，得见有情者，舒克矣。无以为有，喜以为盈，欲以为泰，然何有盈矣？正果不得无常，即是讲，哦，刚性难讲啊，啊，所以咱是常常来安尼想，多看咱庙，阿无达到观音山，咱旁边无信，要看到啥，咱去相信。所以孔子啊讲啊，圣人啊，我无法度人讲，圣人我不得其见之啊。唔过呢，我若得见君主者，舒克矣。哦，得见真正一个君主，就是啊，哦，一人我就足满意。哦，圣人我不得其见之，真正圣人，但你做圣人也无人知，也咱也唔知。得见有形者，舒克矣，一个人。啊，继续跟做无间断，安尼就好了。所以，有形者就是一个善人啦。啊，我一个真正善人，就算达到文殊的境界；真正一个文殊，就是达到善人。所以，倒转来讲，就是安尼。所以，咱来了解孔武主呢，伊安尼甲我讲啊，啊，使我咱的心。到家，
大家安稳不好，是安稳不好。所以第三节，无信心，嘛无信心的人，就是安怎的？哦，不是不义，喜义不义，忧义不义，安尼一款人，无信心，实实在在，清清楚楚做事，实实在在做人。啊，有就是有，无就是无。啊，喜就是喜，言就是言。啊，所以咱来了解，因为本意在的好人可以平的。啊，咱一定慢慢啊透过文学来研究，来讲啥是真的，啥是假的。啊，所以是不是？啊，这从此是空中感叹的东西，道德一直衰微。孔子的周历过程中，慢慢啊了解，来个感叹，感叹这道德，一日一日也衰微。所以呾叫观孔子，是观出来周历过，甲六十八岁来转去，甲老人家来转转，一定要来感叹，一定要来感叹，都活到来。是终身最大的遗憾，但是嘛，咱来了解。但信信于前行者，咱当时啊，也咱家咱想，要安怎来办到？是我孙子孙女老大人所给的这个，这个大道会当千用的啊，姊妹，大家拢会当得到来学到来是道。真正将咱是一个凡夫，提升有一个仙境。由仙人进入到君子，由君子进入到超仙了事，圣人的境界，这是咱每一个人应该爱做的事。所以，孔子的伊个相思感谢，而且相信这个事，这个东西这道德退化，所以伊才深深的感叹，悄悄孙悟空，那样的圣人已经不再出现了。孔圣人讲，我无得能记得尧舜故通文武，通往那个圣人呢，伊无得不再来出现了。已经不再出现，所以只好退而求彼处。伊讲无得能见到那圣人，我只能退而求彼处，叫我。有连见到在下道德，处有圣人的君子，伊就安尼讲。我乃当无能见着圣人，唔过我乃当看到迄、那个道德甲在下，拢对着圣人后壁咧行啊，这个君子我就满意啊。可见当时学问道德、深入修养的圣人，君子是如何去看法？可见当时道德学问。深入修养，诶，这个圣人甲君子是外，伊咱发达个，从咱进就是，咱个看，真多伫个精神方面，这出来精神嘛，拢学问足悬个人，也都拢讲讲一道，对讲可以去安怎做安怎个，后面做出来，也无得个，所以呢，圣人呢，故。大哉！内我之篇所得讲，圣人者，知通无大道，应变之无穷。圣人呢，伊知佮通这大道，伊嘛知影大道，也嘛知影通无这大道，要安怎做，才能达到这大道的境界？应变之无穷，但呢，出去到这世间，我要安怎应变的咱的姊妹？要安怎应变的这个事实，咱过啊！是我大家用咱的经典学得来，灵切万物之情性者呀，对万物的情甲性哦，咱了解，才可见圣人是绝顶聪明，无所不通，连先知甲性物的人。所以就讲，咱看到这例文，例句的这个大灾。列王的图片在那讲啊，可见这个圣人是头脑是跟咱普通人不相像的，无所不通，而连先知佫当生物之人，
不但是心理会当信服啦。所谓君子固礼纪，曲礼篇当然讲啊，破门恭谢而让，会当破门讲破门啊，讲破的文学甲尊重哦，尊重的知识，各种谦让心啊，敦善行而不贪，认真用善行。拢无办大无听闻，为是君子啊，即搭个叫君子。可见圣人之才啊，之才学品性，得出众之人啊。可见圣人呢，也不能才，不能学，不能也品行，都是出众的人。但是啊，但世变一日推一回啊，但这世间一日一日一个变化。一日一日一个衰退的，所以睿智之圣人和有德之君子，睿智的圣人甲有德的君子，两妙不可得。所以呢，咱亲像足少足少，我当去得会着，我当得会着。啊，既然圣人用，既然圣人善良的人，也见也见不得。都讲得对嘞，真正尊重心啊，尽想要见到款人，咱就少个。只好退而求其次，只有表现，搁降较侪层，较低层次。盼望能见到诚实无为啊，会当见到诚实，能无为，为就是讲白菜个啦。能秉持上道的怀疑心智。会当秉持了这个上道，吼、哦，啊无坏，吼、哦、无不坏的，无心无疑心的人啊，吼、哦，会使讲，吼、哦，啊讲，一心进入一心进入来，啊、哦，一心心的，一心绝对的定气，有疑心怎会心变？一心进入门。啊，一心成就，这是释迦在讲，哦，啊，一心，伫咱个心个尊，伫咱尊重心德，哦，咱二心造出来，哦，二心就对着心变去啊。所以善人只是尊心仁爱，啊，人行善而不为恶。所以呢，善人呢就是讲，你尊心仁爱，人行善而不为恶。既有欲行心者，正如明主娘娘伊边头讲的，无行善之欲行心者，为师明主的娘娘伊边头讲的，哦，无行善之欲行心，只有师的教我懂的，哦，真正的小孩有行心，哦，天然讲无行心，无行心要讲无行善的，哦，无行善到尾有无行心的人。足少足少，所以明主才讲，只有干那事发大个，事发大个。所以孔明主去见杨勇，伊太先提二甲二来来做枕头啊。明主见杨勇已经，明主已经老了，到尾见杨勇，哦，明主见杨勇王国数百千里来，亦将伊为何国？哦，明主见了龙，明主跟了龙干龙，你老人家在龙国来教我，哦，在楚国来教，楚国来教我龙国，你提什么级别来教我？明主那么讲，王不比我低，啊，王啊，王啊，你才着讲你呢，也有情义气，我今仔日来呢，干那派钱干级别来给你啊，好还是钱，可见不重要。明主嘛，你当时派兵派人义去未骗天啦，可是亏人那个就是啦，咱那两片就可能就当两块，哦，行业地主都在讲，是向你来干下赞助的，公孙就来讲啊，多只高一米，义足顶天者，多足悬足悬，讲足水足水，可是咱像这八天的老师啊，袂当骗啊。民主呢？
请国民政府改革事业，夜半出社变义工。君子之道不自量，强盗之力凌驾教主。讲迄大大大枪就是大师傅啦，无因为这个师傅讲得够含万啦，哦，啊要插四角的坑，凊彩插，那拢会使，应该哦倒袂掉，那都泄的。哦，啊，迄、那个，哦，这个写字啊，啊，无因为这无写字的人含万啊，啊，着改变这写字方法啦。所以有讲文字是个要素啊，文字是文字这条道呢，圣人先要来甲你教，是哪像咱教拖鞋，哪像咱教这个头，啊，头迄个礼貌，啊，小小声啊，哦，啊，读这个四角空小声啊，原则上甲你讲。哦，我就想来讲，哦，文主持都教主呀，像讲迄教迄个跳远，啊跳跳高的迄这个教练啊，伊敢有答辩效果啊？伊安尼甲你教，你对只起步要走走走，你要对，啊到对就起来，跳关起来，哦，伊是安尼甲你教尔，安尼教尔，伊无答辩甲你多跳，伊要跳死哦。很难了解，吼、哦，所以强盗是你，希望多变得转去，就完全上解你滴啊，廉价强盗，你人转嘛无法度啊，人门开平平，庙里就爱用钱，这是你的代志啊，民主啊，公顺就蛮好啊，公顺就了解了，你用得足啊，真正，哦，苦在修道，教大事啊，真是蛮难得个了解，好、哦。所以呢，咱来当哦，就是咱来当过修这个形象之完善，以用心不变之言，但圣人君子贤人，有行者各为一尊。圣人甲君子甲贤人呢，甲有行者呢，一个人一个人用心无相像，那么一个人一个人赞助无相像，后天大家神等于一个高位无相像，真正。是学问道德，啊，学问道德上有造就、有需要的人，或者是不能接触学问道德之动物。当然，有行者甲善人呢，是我独个达到至为至善的境地，学问甲道德的这动物，我独个先真正了解。但确实是独识有为之人。但是伊是一个作诚实、有滴要去做的人。孔子最厌恶虚无夸张之人啊！啊，孔子呢，伊真认真甲人讲啊，啊，无以为有，以以为言，用其为台，但无以言。哦，这种人呢，不可能有行心、甲行贤啊。孔子之言，实在含有警示的用意。孔子在讲这话。啊、哦，伊是含糊啊，要予咱后代的人，伊看到伊讲这话，这经济顶起咱世间人就容易啊，咱姊妹们应该了解，慢慢去甲体会啊。咱真个，咱去修学，当然都会真相。你无心无意话，看袂出来。但若你真正有自信嘞，你看出了啊。到底是你作欢喜，可是有当时也会上瘾啊！哦，大家不如自己跟人讲，只有用个自救自，但他真贯通的。这种不是表面清楚无误的，而无相是全体大家无不明的。哦，用咱一个句，有行心就行德，有行德就各位啊，这一定道理。哦。讲只有用力之久是一旦发生关动的，到迄个时阵你就发生关动，这你怎样知？这种物是表里间错无不得，而且种物的表甲里间甲错，无迄个无了解，啊、哦，所以无心是大用无平，我这个心要来用啥话，咱家己能了解，所以咱就是安尼。心甲迄个了解，了解看看，到时我来这个世间是变来创好个，咱来了解，
这个世间就是人生的花落都尽，真正要练咱的各位这个道场，啊，咱若无认真来研究，咱无法度来研究，我甲你了解咱真正的面目，啊，咱真正面目，咱过去本来就是有菩萨啦，伊西方来对轮当脱落的时候去变苦，佛教把咱蒙蔽了，咱怎么蔽了的？是，啊。所以咱这个了解，所以经的佛法，大家讲，净土爱经，不得经空慧心，不得我空自我。第二句话，一阳在下，五阴在上。好，我们来讲净土爱经，不得经空慧心。那你去买那里点了解，啊。所以咱呢，时间一整年之间，你就打落来，你就等大家拢有得了解。哦，净土脉经来到这，剩一阳尔，一阳，一阳在下。哦，人毛有一卦，人毛有一卦。哦，本王修行帝王甲金帝由未来年结因果，本来一卦是三行尔，人地。天，但是伫关系哦，受个受着即个做帝王干，可以建立有利，但是因缘乱，来到这个世间一定要有对待，因为三毛就搞无对待，所以因缘挂了福挂，第六挂得，伫上天伫第六毛得就变个地牛，我哩错嘛，咪顶面三毛阴毛。所以叫净土脉经，哦，二三四一卦，哦，三四五一卦，这么一卦，啊，只个四个四哦，拢是阴卦，啊，阴卦坎坷的，坎坷的这样，所以说净土脉经啊，不得金空为心，你这点金毛得不到，大千世界无路用。空慧心，那空慧心，那反正要闻到是可以。你若不闻到，那无路用。那真世间空空造作作，哦，一开口面一点不够。俺这位想要登天，不中个地界边，俺那阿三就是第五天、第五九天天龙报，我们真世间一般就对了。哦，所以咱慢慢养的，啊，咱现在了解，来听一下哈，啊啊，感谢大家。好，谢谢啊，董老师。感谢蒋夫子辈，请报功，坤报功。